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将博，这个是天堂 W， 介绍这一款游戏。这款游戏呢，在 NC 官方于8月19号预先登录。那预先登录的部分，这支影片下方我会做一个传送门。如果对这一款游戏有兴趣，有玩过天堂系列的，想要再玩看看，就可以前往去做个预先登录。那我们大致上介绍一下韩国跟中华民国，这个应该是国战哦，双方站在绿洲这边 PK。对，这打击感真的不错。排排站在国战，有点像是那种无界擂台的感觉，然后有国战，有承蒙战、大乱斗等等诸如此类的，然后吃王。这个应该是刚刚上面看到圣结界嘛，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就整个热血起来了。那这个应该是攻城战哦，那守护塔，听到这个配乐，应该大家也蛮热血的。再来是职业介绍哈，一样是四大职业啦，一开始哈，王族，然后骑士、妖精、法师，这四个职业，这是特罗斯王族。再来这个是骑士 ，OK。再来这个是法师。以及最后一个妖精，四大职业，一开始就这四大职业。相信如果这个游戏持续下去，后面职业应该还会有很多啦。如果有玩过天堂系列的。天堂 W 的系列就大概是这样子啦，有点 2.5D 的感觉、哦、不是纯 3D， 那个打击感的流畅感是够的。那光看那个国战，这个是应该一开始天堂 NC 想要做的，但是当初天堂案可能没有做出来，这个天堂 W 把它呈现出来，让它台日韩可以一起玩，一起练功，一起打架，一起国战之类的。那蛮期待这一款游戏的。那预先登录已经开放了，就8月19号开始。网络上的朋友有在游戏下载方看到了一张图啦、哦、大家参考一下齁、哦。这张图呢在下载游戏方那边有看到预计推出在11月24号。这是预计的齁、哦、看到的。将近就是三个月啦，因为现在是8月19嘛。11月的话就是三个月的时间。所以还有一段时间齁、哦、这是预计的时间。网络上搜寻到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天堂 W 的游戏介绍。那如果对于天堂系列有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尝试去玩看看。我是家将博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哦，各位，拜拜。